大家好，我系时光 Bob 嘅 Abel， 欢迎大家收睇今集嘅一周表事。咁九月初嘅时候咧，劳力士就推出咗全新嘅 Submariner 系列啦，咁样市场上边咧就掀起咗一阵嘅热潮。同一时间里边咧，佢哋仲推出咗另外一个亦都非常之受到市场注意嘅系列，就系 Oyster Perpetual。Oyster Perpetual 点解会受到市场嘅注视咧？原来咧，佢哋今次咧就有好多种唔同嘅鲜艳颜色嘅标盘去俾我哋选择，系一啲定价。45,000元嘅腕錶咧，瞬間俾人炒到超過70,000元，咁啊係有50% 嘅 premium。如果以非運動錶系列嚟講咧，呢個係非常之罕見嘅情況。點解勞力士嘅顏色錶面咁受歡迎？咁我哋可以睇翻少少歷史啊，因為勞力士咧有好多次都曾經係推出呢個顏色錶面嘅，咁啊早喺上世紀嘅70-80年代啦，喺佢哋嘅王牌 Day Day 嘅系列裏邊咧。他们曾经都推出了颜色标面，那这种颜色的标面呢，是一种叫 Lecker Stella 的标面，那是珐琅和漆质地的颜色标面。那他们的选择有几多下，有深红色的Oxbrush 啦，有红色啦，有橙色啦，有蓝色、绿色，又或者是绿松石的蓝色，即是我们所讲的Tiffany Blue 啦，三文鱼的橙红色啦，或者是粉红色啦、黄色啦，同埋最罕有的紫色。呢啲咁嘅珐琅漆面的 Stella Dial 咧，佢系比较容易碎裂的，因为咧佢系唔可以碰撞，亦都唔可以跌。咁所以咧呢一种腕錶咧，嗰個品相好，即係話嗰個錶面係完好無缺咧，係比較難揾到嘅。咁如果係有嘅話咧，亦都係非常之值錢。Initially 最早期咧，呢一種顏色嘅 Stella 錶面咧係針對中東同埋亞洲市場生產嘅。咁但係好奇怪喎，當佢初推出嘅時候咧，市場就唔係太接受嘅，賣得唔多，咁有啲似早期嘅地通啦。咁因為賣得唔多，咁有傳言甚至勞力士係要銷毀一啲 Stella 嘅，咁所以引致到咧呢個腕錶呢一種腕錶咧，到今日係非常之罕有，咁亦都引起咗呢個收藏家嘅追捧，尤其是女士嘅收藏家咧，對呢啲顏色錶面嘅 Day Day 款式係非常之喜歡嘅，因為 Day Day 全部都係用貴金屬做錶殼噶啦，咁我哋都知道黃金相對嚟講做嘅款嘅量係大啲啦，咁然後到白金啦。咁呢個粉紅金同埋 platinum 白金咧就非常之稀少。咁今日如果一隻比較好狀態嘅黃金 Day Day Stella 面嘅，譬如講綠色嘅腕錶啦，咁佢嘅市場價格咧係超過35萬港幣，比全新嘅而家 ongoing 嘅 current model 嘅40mm Day Day 咧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咁而呢啲更加罕有嘅紅金或者係白金嘅Stella 款式咧，係可以有3至4倍嘅價錢，咁係超過港幣100萬。咁雖然係咁貴啫，但係咧一般嘅收藏家都認為，因為 Stella 面嘅勞力士嗰個市場發展咗，只不過是不到10年的時間，所以它 relatively 相對起那個運動錶的 vintage 的市場呢是還是很 young 的，所以呢它的 potential 是很大。所以如果你遇到一隻品相好的 Stella 面的 Day Day 呢，就不妨去考慮一下勞力士另外一隻顏色面的腕錶的 Glacier Blue 冰藍面，也是很受歡迎。原來冰藍面呢是 reserve 給用白金 platinum 嚟做錶殼嘅 Daytona 同埋 Day Day， 所以如果你見到隻腕錶係冰藍面嘅話咧，雖然佢個錶殼同白金或者鋼個顏色差唔多，但你馬上咧就可以知道呢隻其實係一隻 platinum 嘅腕錶。咁喺2013年嘅時候咧，勞力士曾經推出過6隻顏色錶面嘅 Day Day 係36mm 嘅，呢6隻咧就唔係 enamel lacquer 嘅面，咁而係普通嘅顏色面，咁係有綠色啦、啡色啦、銀色啦、橙色啦、酒紅色啦，同埋藍色嘅選擇。咁呢一個系列嘅腕錶咧，因為第一個時間冇咁耐啦，咁同埋佢唔係呢個 Stella 面啦，所以個價錢咧相對嚟講就平好多啦。今年啦，我哋講翻今年嘅新錶啦，呢個新嘅 Oyster Perpetual 系列咧，佢總共有
5個 size 嘅選擇，有 41mm、36、34、31同埋最細嘅28毫米。我哋嘅集中講係41毫米同埋36毫米呢兩個系列啦，因為佢哋係每一個系列都有7種唔同嘅顏色表面可以俾我哋選擇，包括咗有呢個黑色啦。有銀色啦，同埋有呢、這個鮮豔嘅黃色、綠色、藍色 （Tiffany Blue）、紅色，呢、這個就係珊瑚紅，有啲橙橙地嘅。佢嘅特色就係呢個 Oyster Perpetual 咧係冇日期，咁嗰個表面咧係非常之乾淨，同埋咧係睇時間係好清楚嘅。咁、那個錶殼啊，當然係用呢個 904L 嘅 Oyster Steel 啦，勞力士專有嘅鋼材。咁佢嗰個錶圈咧係 polish 嘅，拋光嘅。咁而個錶殼咧就係、是、做咗拉絲嘅 finishing。呢兩個41同埋36mm 嘅系列咧，都係換上咗新嘅機芯嘅，編號3230嘅自動上鏈勞力士自家生產嘅機芯。特色就是有70小時的動力儲備，當然它也有這個天文台和勞力士本身的雙重認證，是 Superlative Chronometer， 可以做到每日正負兩秒的 Deviation 的 Range 的。整個腕錶因為有個 Nickel Phosphorus 的含重系統和有 Parachrome 的油絲，所以是防磁的，防水也可以做到100米。腕錶本身呢，時錶和時針呢都加上了這個藍色的 chromite light 的 coating， 咁啊，響夜晚嘅響黑暗嘅環境底下咧，就係會睇時間好清楚。定價咧就41mm 咧就係46000港幣。咁啊，當然我哋頭先都講過啦，你要買到嘅話咧，成為超過70000蚊。好啦，今個星期嘅一周表示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